订机票就同城，天天低价，想飞就飞。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我为谁呀？我还不是为了你。你这马上要上大学，你有钱的地儿多了，就你爸那俩子儿，就你爸那点工资能供得起你啊？
一听说林局长要来，就跟丢了魂似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儿这些菜可赔了咱家老底儿了。求情的话，你必须给我说出口。这不用你说呀、啊。不用我说，这事儿都拖了一个月了。眼瞅着明天就要上山了啊，你还不说出来？我看你明天上山你咋整？哎，赵成呢？咋没见他回来？哎呀，你不是说要给林局长带点鱼吗？这孩子就往心里去了，说是去借套工具去捞鱼。孩子心思太细。兰兰师傅在吗？来了来了。哎呀，咋就来了呢？行行。林局长啊，喂，来了，张师傅，来来来，进屋坐。啊不不不，我不进了，不进了啊！说完事儿就走了。哎呀，别呀，他妈知道您要来，做了一桌子菜。走走走，进进去说。不不不，不进，真不进。你那搁外头待着干啥呢？这进屋说吧，有啥事儿？走走走。你心里想的什么，我都清楚。啊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告诉你，给你们923工队的上山名额，就20个。那局里的采花指标，他就这么多。他用不了那么多人啊，林局长，你说咋说不让人干就不让人干了？这里外里的有十几个家庭没饭吃了，这咋整？这局里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不出来了，必须要缩减人员。你说你这个厂长的任命马上就下来了，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，以后有更艰巨的工作。你能完成吗？不是，再说大家伙现在心里都很清楚，现在市场行情不好，与其大家伙都在这耗着，那还不如出去找点什么其他的营生。找点啥营生啊？他们都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林业了，只会伐树。那这山上还有多少树可以伐呀？你当队长的，你不清楚吗？20个人员的名额，还是我替你们争取下来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这在屋里等半天了，你还让林局长站在外边？林局长，您赶快进来吧，再不进来那血肠都该腥气了。从华妹子，哎，不进了啊。我说句实在话，今天你们这个门我一进，那我这些话我就说不出来了。所以这事儿归事儿，任务归任务，我得完成任务啊。顾珊珊同志，那我就再一次正式通知你，明天进山就20个人，多一个人都不行。如果你违反规定，组织将对你严肃处理。来干啥呀？你说，你知不知道我这天不亮我就忙活这顿饭？你倒好，你屁都没放一个，连人都没请进去，你还说我你？林局长，您还有事儿啊？老妹子，这个钱你拿着。哎呀，这不行！不，你拿着拿着。林局长，这真的不行啊！左妹子，拿，这顿饭呢就当是我请的，我给你们二位赔个不是啊。对不住了，对不住。啊，林局长啊，这咋整啊？那白瞎了那一桌子菜了。厂长啊，你家呀做啥呢？这香啊，你咋馋死谁呀、啊？你做啥呢？我闻着味儿咋像鱼啊？走堂出来就闻着味儿，没事没事，哎呀，这大肥肉片子，能不能给个痛快话？到底走还是不走？你能不能吱个声啊？那人家红梅两口子在广深，那一年能挣30000多，那30000多你值不值得？你在这破林场，工资都开不出来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呀呀，你真掐呀！走不走？你这你个老娘们，
你懂啥呀？你发不出来工资，那不是暂时的吗？我跟你说个好事啊，我今天你知道，我摸的那是低级彩刀，那明天上山不就有钱了？我跟你说，左眼皮都跳了。你别跟我说这些啊！我跟你说，红梅可说了，错过这次招工，那下一次不定啥时候了。这次必须得去。我真服了你。你必须得去。我去，我去，行吗？我去，我去，我去啊，我去。你干啥去？说好了是不是？你去啊！我你必须去啊！我去啥？我不去，我去大梁子家去。你上人家干啥去？你这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，你干啥呀？你呀，你干啥玩意儿？没完没了呢，这么一天天的。谁没完没了？咱每次都这样的，撒开！气死我了！撒开！你能吗？干啥？每次你都这样，你起来！你疯了你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喝酒削你啊！你干啥呀？你这是？你有话好好说，你咋还动手呢？我没有啊！你是不是个老爷们？我都看见了。站住！哎。你给我出来！没事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又开始犯禁了，在那儿。姐给你撑腰呢。行了行了，别理他。咋还动上手了呢？队长，我没动手，我就这么扒拉他一下，这家伙没完了。你家上手就开挠，你看我挠的，你看挠不挠出血？跟他说不通啊！你还真能出洋相，不嫌丢人呢？你那么好，他都不去，他气死我他呀！我就不去，我林场一正式工，我铁饭碗，我出去打什么工？我没脸出去！你有啥脸呢你啊？那脸能值几个钱呢？连裤衩子都快穿不上了你！有本事你就死外边别回来了！哎呀，这说的啥话呀？怎么这么狠呢？赶快赔赔赔！你说的是啥？气死我了都快！哎，你看你这媳妇那么一说，赵成这孩子就上心了。赵成这孩子太客气了，人家都当外人了。啥叫客气？赵成，那鱼是你逮的？哎，挺肥呀、啊。爸，我回来晚了。没赶上林局长，明天我给他送过去吧。这死了寒天的，你费劲巴拉的从河里逮来，给他干啥呀？咱留着自己吃。你不是还求林局长办事呢吗？办啥呀？他能帮上啥忙啊？放心啊，爹心里有数。哎，那赵喜呢？你赵喜搁院里跟凤菊玩呢，叫他回来。这晚上吃鱼，晚上赶紧回来吃饭。师傅，外头冷啊，你的腿受得了吗？进屋吧。今年这个雪太大了，好多那个苗啊都压歪歪了，只能当柴火烧了。明年开春啊，多栽点。我帮你拾了。你通知大嫂吧。张不开这张嘴啊，尤其是刚才看上友那两口子干仗，更不知道该咋说了。我这一张嘴，那停工的不都得跟我闹啊？怨我们这帮老家伙呀！你说当年带着你们呐，这一进林呐，砍呐、锯呀、啥子活都干，眼瞅着。这一棵一棵树的倒下了，没给后人留下福啊！你说我们这茬子工友啊，死了这么些，伤了这么些，你这咋就不知道山神爷在点化我们呢？师傅，你胡说啥呢？这是国家政策，跟山神没关系。我们不把林子薅秃了，那国家能改政策吗？砍了36212棵树啊！阿波穿透技术将植物精华完全释放，完全用来自威瓜多尔的。哎，儿子。这字儿是不是念威？问你呢，这个是念威不？
厄瓜多尔，南美洲的一个国家。哦，是个国家呀，用最尖端的阿波穿透技术。阿尔法。啊啥？哎，这不是阿波茨德的阿吗？不是，希腊字母。哎呀，一个字母还仨音，真是的，这真是高科技，全是怪词儿，咋弄？这玩意儿听起来就不像高科技。你才念几本书，你知道啥呀？哎，你红梅阿姨那在外面一年挣好几万呢。呀，这还好几万呢，你看见了？我们老师都说了，那现在骗子多去了。不可能，你红梅姨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哼，哪个说不准？你干啥呀？你能不能盼妈好点儿啊？我为谁呀？我还不是为了你。你这马上要上大学，你有钱的地儿多了，就你爸那俩子儿，就你爸那点工资能供得起你啊？腰膝软，久咳喘，虫草菌粉金水宝，金水宝制药邀您继续观看父辈的荣耀。拖到现在才和大家伙说了，实在是张不开这张嘴呀、啊。啥事儿呢？砍人。砍人，砍谁都不是啊，但是局里就是这么下了个死命令，咱必须得执行啊。咋执行啊？砍谁？具体砍谁没说。他们这不扯犊子呢吗？我找他们去。我张大夫，你干啥？我去林业局门口，我要饭去。你给我回来，我这还没说完呢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着什么急？我呢，寻思半天，想出个招儿。这局里不是也没规定，说让谁上去吗？所以呢，我想啊，大伙儿一块儿上山，咱们一起分20个人的工资。啊？那虽然拿的少点吧，其实，但是每个人都有份儿啊，平等分配。啥呀？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那我也同意。咱说还是咱队长想着的，那我能跟我师傅分钱，那算我占便宜了，是不？我也同意，俺也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我听队长的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。那行，既然大家伙都同意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那就回家吧，明天一早啊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！好，咱们好好干一下，走吧。好，回队长了。你跟上友一人一份儿，赵喜，赶快起来了！还干嘛赖着？阿强，这下午拿2碗莲蓉包过来。哎。注意安全啊！哎。赵成。哎。全拿着，我不要吧。哎呀，你爸让你拿着就拿着呗。是，拿着去买身衣服。你这征兵入伍，马上要体检了，怎么也穿的板正点啊？谢谢爸。看你这孩子，老谢啥？这么客气。走吧。嗯。
走了，出发，走了。先到这儿吧，是吧？来，那队长你放上就行了啊，一会儿再收拾。来，这双份是队长的啊，烫了，哎，小心点。给队长。不。张勇啊，给你嫂子给你，啥呀？还嫂子对我好，来来来，一起吃，一起吃，来。队长，嗯，咱林场不能关了吧？别傻，有我在，这不会让兄弟们饿着。哎哥，啊，这山上是真冷啊！赶紧洗个手，这么大酒味儿，这香啊！谁喝酒呢？你都吃上了，你喝了，给我来点，太冷了。吃啥呢，师傅？嫂子给拿的。凭啥三叔？这是我先发现的。
又干啥玩意儿呢？抢啥呀？你掰开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我要给我爸完整的，要不就成不了仙儿了。这鲁迅说的。那啥迅说的也不行啊。行啊，自强，你这还看过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啊？那当然。你知道你这挖的是啥吗？何首乌。啥何首乌呀？这不就地瓜蛋子吗你？就是何首乌。陈星姐，住手！啊，在这儿呢。啊。对呀。哎呦我的！哎呀！哎，刹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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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能起！我的地瓜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！哎，你是不是傻？你不想躲呀？我怕你刹不住。哎呦！赵胜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凤霞，你没事吧？谢谢。啊！你们把我的何首乌弄坏了。啥何首乌啊？这不地瓜吗？又有地瓜了。哎，是地瓜。你给我下来，蓝凤君，干嘛呢？好嘞。你们这合计过来骗我？哎哎，这乞丐！哎呦我！哎呀，哎呀，你们帮帮我！早点回来找妈呀！你别跟这些臭小子乱跑。收拾收拾，今天到这儿。圆圆，你这才几点呢？你好歹再嘎几颗呀！啊，别整了，咱就这点工作量。你说你把这个山头干秃了，咱后面干啥呀？走吧，回去吧。那行，那你先回去吧。那谁，大梁子，今天不是第一天吗？啊，我有点担心呢，我就过去看看他。你先回去吧，啊。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也去啊？啊，啊，走吧。队长，要不我带个头吧？带个头？啥带个头？那昨天你跟嫂子去不也看见了吗？他们家小平现在就死乞白咧的，人就是要出去闯去。人说在外头一年能挣好几万，我说不行，就跟他去呗。不过咱说好了啊，就是我们出去行，那个星姐你帮我照看点。这孩子马上考大学了。我不想让孩子跟我们两口子出去瞎折腾。哎呀，你说我就在想，我这半辈子吧就这样了，在这林场里头也没啥出息。你下半辈子你为谁活呀？不就为孩子吗？我们家小杰他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。那媳妇呢，小平就那样，一天天瞎折腾。但有时候他说了话也有，你说孩子好不容易考个大学，我这当爹的，那学费都掏不出来。你万一在外头一个人，要碰见那种你需要钱的事儿的时候，一看那兜里，那比脸都干净，那多丢人呢，是不是？你要这么寻思也对。大娘子，你能不能干？我能干回家吃奶去。跟谁说话呢？你会说人话不？你没看人家都要收工了？咋的了？你爱干你干，反正我不会干。哎，你抽签抽的最烂稀的，干活干得拉稀，你不像你种山上的。咋的？你给我种山上，我给你种山上，你信不？你看那小犊子，你看动动手是不是？你动手是不是？咋的？咋的？咋都大郎子不了你了，你把手给我下来！大郎子干啥呀？咋回事？你问他，他找我事儿。他不想好好干了，他啥啥不想好好干呢？我队长，左溜你点活，我得干了得了。哎呀，你别养他这毛病，让他自己干。你看他啥情绪？那带情绪咋干活啊？你杵着干啥？把这斧子给我拿去，滚犊子，过来。是是。来，你俩，你俩过来。你干啥呀？谁先动的手？啊，他的，我干得好好的，他来骂我，他心不在这儿。深深等了。
进来吧。 再送尚勇一程吧，哎，集体默哀，为陈尚勇同志默哀。 对不起，师傅，该死的人是我。师傅，别瞎说，师傅，我对不起你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师傅，姐，师傅，姐，都怪我呀，都是我的错。 不该让那么多族人都上山里，是我没保护好你呀、啊。林场的人不应该在林子里说走，这是三生的功课。就我们两口子出去闯闯。 万一要是挣钱了呢？是啊，你回头我给你来信儿，来吧，你也别干了，你这早都来，回头咱哥俩挣大钱。<笑>咋的？那前半辈子你跟我，后半辈子我跟你呗。那咋不行啊？你老话都说了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的，那以后指不定谁跟谁混呢，是不是？<笑>行吧，你先出去探探路，啊，清洁我先帮你看着。 哎，你放心，保准亏不了他。穿林海，跨雪原，哎，啥词来着？青春，笑。<笑><笑> 吃点东西吧。你知不知道，咱们边河林业局在安全生产上
已经维持了1239天了。对不起啊，局长，是我给咱林业局抹黑了。我在乎的是这个数字吗？是，是我大意了，考虑不周。你只是大意吗？你这是不讲原则。作为一个党员，作为一个干部，首先要讲着原则，讲党性，然后才能讲个人感情。局长，我知道，这全都是我的错。你把我给撸了吧。我，咋的了？或者干脆你开了我。你替组织决定了是不是？这事儿是我一个人负责，跟其他人没关系。在组织上没有认定结果之前，你们923，任何一个人都不许上山。凭啥呀？这是我一个人的错误，凭啥其他人吃瓜落啊？哦，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不是？你作为一个领导，你的一个决定就影响整个的工队。说你们这都老婆热炕头的，那我还寻思今年挣点钱，明年跟我对象结婚呢。那你说我这咋整啊？嚯，吃烟雾缭绕的，怎么了？大伙儿成仙了这是？哎，长山队长呢？去局里了。这会不会影响上游的那个工商认定啊？抚恤金会不会少？他孩子马上要考大学了，正是用钱的时候。这上游走了，我们945的这帮兄弟们呢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大家伙儿凑了500块钱，也算是我们一片心意吧。大哥，来，帮上游家里收着。谢谢啊，替上友他们家谢谢你们啊。陈善勇同志是因公殉职的，这个性质是定的。局里呢也会处理好他的善后工作，这个你放心吗？那大家伙咋整？抓紧写检讨，把事情的经过都要写清楚。不仅你要写啊，跟你一起上山的人都要写，然后就等待党组织的处理决定吧。这1000块钱是局里同志们捐款凑的，你替他先收着吧。赶紧啊，趁热把这东西吃了。赵喜，啊，大国叔问你几个字儿啊？得搞不明白这个，啊，哎哎，你慢点，你别给我撕烂了。检讨书，去，哎，大国叔，啊，你算问对人了，写检讨可是赵喜强项啊。你别开玩笑，大国叔说正事儿呢，就这几个。大国叔，你这写的字儿太少了。我都写了一晚上了。那开头很重要啊，你这承认错误，你得诚恳。那咋写啊？来，我教你个万能开头，我说你记。来，那，尊敬的老师，尊敬领导，不能老师啊。然后呢？我怀着9999万分的愧疚，愧疚，愧疚，咋写啊？就这么写。哦，不如我们小孩呢，这个都不会。不是你继续说，继续说。梁子，干啥去啊？我去交事情经过说明书。哎，等等，这憋了一晚上，憋出来了。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还让我看看你，这写的啥呀？这是。梁子，我告诉你，这么写不行啊！
我这写都是事实。啥事实啊？那陈尚友是自己砍树的时候死的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爹呀，我不说了吗？那要不是因为我跟那长风叔干仗，我师父能来帮我砍那树吗？他就是因为我才死的。你胡说干啥呀？赶紧醒！给我干啥呀？这！哎呀，行了，你爸说的对，这事跟咱没关系。你要是不重新写，你就得蹲八辈子，你知道不？蹲就蹲，一人做事一人当嘛。你也真是欠揍！你要蹲八辈子，就是要我俩的命啊！我师父的命那不是命吗？你真是白眼狼啊！你真是想气死我你啊！多少风雨多少凉，多少陪伴多少遗忘，多少时间多少漫长，多少朋友多少来往，多少爱情在心里忘不去，多少过错错过在尘眼里，多少脾气不愿提及，多少珍惜在时间里，多少来来回回重复简简单单，多少默默无闻匆匆忙忙，多少往事化平凡，多少刻骨离散，那些年随风消失，一生话，你明不明？